Hello， 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常春藤解析英语。今天是9月26日，我是 Wesley。今天我们有一个篇章结构的练习。那这篇文章它的标题是 Highs and Lows, The History of High Heels。中文标题是高跟鞋历经成败淬炼不凡。High Heels 就是高跟鞋。那因为它是篇章结构，所以我们先看它给我们的选项，这样子做题目比较会顺一点。那同时我们在看这些选项的时候，就是把它这个每一个句子的通常句首跟句尾啊，还有它句子最重要的中心讯息把它圈出来，那这样可以帮助我们判断它跟前后文的关系，就容易选出正确的答案。好，我们看 A 这个选项。Eventually, men abandoned high heels and the shoes fell into the women's domain. Eventually, 就是经过一段时间之后，最后怎样呢？ Men, 就是男人， abandoned, 放弃的，抛弃的， abandoned 就是 give up, 或者是 desert, D-E-S-E-R-T, 是遗弃的意思，或者 leave behind。男人放弃的，他们抛弃的 high heels, 高跟鞋。然后呢 the shoes, 就是指高跟鞋， fell into, 落入了 the women's domain, 女人的领域或者领地。好， domain 就是领域或者领地。那这个字现在其实我们常常讲说 in the public domain, 就是对大家开放，谁都可以取得，通常是指版权的问题。好，所以你可以讲说 These documents are in the public domain, 就这些文件现在已经是公共财了，好，谁都可以去取得。那或者是我们有的时候比喻，例如你可以讲说 Well, financial matters are her domain, 就是财务方面的事情是她的领地，就是她管的啊，或者是她特别厉害的意思啊。好，所以呢我们要注意的是 Men, 因为他是在讲，他前后一定是在跟讲了男人的问题，而且呢跟 high heels 当然有关系啊。而且 eventually men abandoned high heels, 我们可以推测前一句大概就是说人们男人可能越来越不喜欢，所以 eventually 他们就会放弃掉，这个是最顺的一个文意。等一下我们是不是这样，他前面文章是不是这样子，我们等一下可以看。但是呢在我们在看到这个句子的时候，你可以做这样的判断。那这个句子后面大概也跟女性是高跟鞋成为女性领域之后发生了什么事情应该是有关系，我们心里要做这样的准备。我们看 B 这个句子。 These shoes not only helped women avoid mud on the street, but also symbolized their status 或者 status。 好，那 these shoes 这些鞋子，所以这个跟鞋子一定有关系，对不对？ These shoes。 然后呢 not only 不但 helped帮助 women 女性 avoid 避开了 mud 泥土 on the street 街上的泥土啊，所以有这种鞋子可以让他们避开啊这个街上那个很脏的那个泥土污泥。 But also 也怎么样呢？ symbolized 就是象征了他们的 status 他们的地位。好，所以呢 these shoes 画起来，它前面一定谈到了一些跟鞋子有关的东西， these shoes。 然后呢status 画起来，他下一句应该会继续谈到这个 status, 因为 symbolized their status, 我们可以推测了，他也许下一句就是告诉你他如何的 symbolize 他们的 status 或者 status。 哎，这个字啊，我自己有都两种方法都会念啊，其实应该要 stick to one 啊。你如果喜欢念 status 你就念 status, 你喜欢念 status 你就念 status 啊。那我是因为自己学习的时候呢，我一开始是学这个 status, 可是后来呢听到很多人念 status, 所以自己都有点搞混了啊。其实两个都对了啊，但最好就是选其中一个来念。好，那我们来看 C 这个选项的句子。他说呢 ,interest in high heels revived in the 19th century, and the style has been worn by women since then. 所以这里谈的是 interest, 跟兴趣有关。所以对于高跟鞋的兴趣，然后呢 revived, 复活了。好 ,revive, re is again 嘛，那个 viv 就是 life, 啊，所以又活了。那这个常常用来当比喻的用法啊，复活。例如我们可以讲说 ,the economy is beginning to revive, 这个经济开始复苏了。或者你说
上班回家后好累哦，然后呢，有的人啊，尤其女生，我觉得哈，就可能会去冲个澡啊，冲很久啊，让那个热水在身上那啪啪啪啪，好像按摩一样啊，所以之后她精神就来了。那这时候你英文就可以讲说 ，She was revived by the long shower 啊，那个很长的那个啊淋浴，哇，那淋浴完出来精神就好了啊，所以 revive 这个是不错，可以学起来。所以他说呢，对于高跟鞋的兴趣呢，在19世纪的时候又复活了。所以前面应该讲的是大家对他没兴趣了。来前一句啊，这是我们合理的推断。前面一句大概讲的就是大家都没兴趣了，所以然后突然之间又讲啊 ,19 世纪的时候又复活了。好，然后他后半句说 ,The style has been worn by women since then, 从那个时候开始。所以下一句呢交代的应该是什么，应该大概也是后来是如何的女性会抓住这样的一个兴趣啊。下一句。第一，他说 For instance, French King Louis XIV was fond of wearing red high heels, which represented his power. For instance, 例如、啊、法王路易十四 was fond of, 就是很喜欢、啊、fond, 就是 having a strong liking or affection,、啊、A-F-F-E-C-T-I-O-N,、啊、就是所以 was fond of, 就是喜爱。那因为 of 是介系词，所以后面要接动词的话要接ing, 好，所以呢 ,was fond of wearing, 他喜欢穿红色的 high heels, 高跟鞋 ,which represented, 他代表的是 represent, 就是 stand for, 或者是 symbolize, 他的 power。好，那这个地方我们要画的是 for instance, 因为他在举例，所以前面大概谈到什么东西他这里需要举个例。然后呢后面大概跟 power 有关，好，就男性的 power 有关。好，那看完这个之后呢，我们就来看看文章。一开始第一句他说 High heels are usually associated with feminine beauty and luxury, but this was not always the case. High heels 就是高跟鞋 are usually associated with, to be associated with 就是和什么连在一起或者联想在一起。所以高跟鞋常常和什么联想在一起呢，常常和 feminine beauty 女性美，Feminine 就是女性的，所以女性之美联想在一起。还有呢 ,luxury, 奢华。例如我们讲说 ,to live in luxury, 就是过着奢华的生活。所以呢高跟鞋常常、啊、和女性美联想在一起，还有常常和奢华联想在一起。But this was not always the case. 各位可以把这个句子整个背起来。This was not always the case. 意思就是事情并不是一直如此的。换句话说，以前可能不是这样子。好，下一句。In fact, the history of this fashionable form of footwear is filled with surprises. 所以不但是事情并非一直如此，不但是以前不是这样子。事实上，这一个 fashionable, 很流行的，很时髦的 form of footwear, 就是一种鞋的款式。Footwear 就是泛指这个脚上穿的任何东西的，通常就是各种鞋子、啊、它通常不会包括袜子，它通常只是鞋子、啊、好，所以呢这是一个 fashionable 很流行的很时髦的一种鞋款，也就是指高跟鞋啦。所以高跟鞋的历史是怎么样呢？ is filled with 充满了 surprises 令人意外的事情。下一段 For starters, did you know that high heels were originally designed for men?For starters, 就是 as the first example or reason, usually in a series of examples or reasons. 通常是你有 一串的东西要讲，那首先，这时候你可以讲 for starters. 所以首先 ,did you know that,、啊、在目前，在看到这个文章之前，你知道 high heels, 就是高跟鞋 were initially, 或者是 at first, initially, 就是 initially, 所以你知道高跟鞋一开始的时候呢 they were designed for men, 他们是为了男人为男性而设计的吗？你知道这一点吗？啊，所以可能就很多人意外啊，哦，原来是这样子哦。我们看下一句，他说 The first ones appeared in 10th century Persia, where army horsemen wore them to fasten their feet into stirrups.所以 the first ones 就是 the first high heels 最早的高跟鞋 appeared 出现在怎么样十世纪的波斯 Persia where 就在那个地方呢，在十世纪的波斯呢
Army Horseman， Army 是军队， Horseman 就骑马的人，所以 Army Horseman 就是这个骑在马上的军队啊。会 wore 会穿 them 就是指这个 high heels 会穿高跟鞋来 fasten 就是固定 their feet 他们的脚 into 固定到里面什么东西去呢？固定到 stirrups 啊 ，stirrups 就是马镫啊，就是马鞍上面一个你可以这个脚可以踏的地方，可以挂在那里的地方。好，所以本来是军队用的。下一句他说 ，although functional, they also looked sharp.So the trend soon spread. Although functional, 就虽然啊，这个中间省略主词跟 be 动词 although they were functional, that they were 省略掉了啊。所以虽然呢，他们是具有功能性的，就是这个鞋子不是为了美观的，就是高跟鞋一开始不是为了美观，他们就是为了方便啊，可以让他们的这个脚固定在马镫上面。但虽然它是功能性的，但是呢 ，they also 他们也 looked sharp.Sharp 就是 stylish 时髦啊，或者是帅，看起来也很帅，哇，这个高跟看起来很帅。所以呢 the trend 这个潮流呢 soon spread 很快就传开来了啊 ，spread 就是扩散。下一句 12th century temple artwork in India depicts female dancers wearing raised shoes 然后呢12世纪的Temple artwork 就是庙宇的一些艺术品啊，在印度的一些12世纪的庙宇它的艺术品呢 depicts 它会描绘 female dancers 就是女性的舞者啊 wearing 他们穿着 raised shoes 啊，这 raised 是过去分词增高的他们鞋子已经垫高的增高的鞋子所以印度在12世纪的时候他们的女性舞者会穿着增高的鞋子好然后呢再转到欧洲 In medieval Europe Both men and women wore elevated shoes made of wood 好在 medieval Europe 在中世纪的欧洲男性女性 Both men and women wore 他们都会穿 elevated shoes elevated 就是增高的、哦、我们前一句用的是 raised 在这里 raised 跟 elevated 意思一样而且其实很有趣啊 elevate 这个字的字根就是 raise 啊，这个 e 是 up 那个 leva 那个是 raise 的意思所以 elevated 本来它的字根就是 raised up 的意思就是 raise up 的意思啊，所以呢在这里他们用这个可以算是同义字啊，啊所以12世纪的印度的宫殿画里面宫殿的作艺术作品上看到有女性的舞者穿增高的鞋子那中世纪的欧洲男性女性他们都会穿增高的鞋子而且这些鞋子是什么样是 made of wood是木头做的我们再看下一句他说 Women of noble birth at that time also wore platform shoes called chopines 所以呢 Women of noble birth 就是出身高贵的女子也就是贵族女子啦 At that time 在当时的贵族女子呢她们也会 wore 穿着 platform shoes platform 啊它是指厚厚的皮革或者软木啊它是用来垫高鞋跟的所以 platform shoes 就是有垫高的那种厚底鞋 called which were called 被称为怎么样 chopines 我们再看下一句哇有个空格了那我们看到下一句空格我们再看它空格后面那一句帮助我们判断空格后面说 the higher the chopines the higher the status of the wearer这个 chopines 越高穿着的人穿鞋的人 the wearer 他的 status 就越高各位有没有觉得好感动啊感动什么我们刚刚是不是有看到一个 status 四个字一看在哪里在 be 这个句子对不对 be 说 these shoes not only helped women avoid mud on the street but also symbolized their status 所以如果第一个空格我们填 be 的话就像我们刚刚讲的后面那一句话谈的也是他如何象征他们的地位嘛？他如何象征他们的地位？就是他们穿的鞋越高，他的地位越高嘛。所以第一个空格如果填 B 这个句子，跟后面已经合了。那跟前面呢？前面 B 这个句子一开始是 these shoes 这些鞋子。那如果放在这第一个空格的话 ，these shoes 就是指什么？指这些 platform shoes called chopines。所以有没有觉得好完美？对，这时候你应该觉得蛮感动的。哇怎么这么棒所以第一题我们就很快乐的把 B 这个句子放进去好
不能快乐太久，因为还没有做完题目。我们再往下看，好，下一段他说 The modern version of high heels, thin bars lifting only the back of the feet, was brought from Persia to Europe in the early 17th century. 所以 the modern version of, 就是现代版的 high heels, 这个高跟鞋啊，那是什么状态呢？同位语，现代版的高跟鞋就是 thin bars, 就是很薄的这个 bars, 在这应该指那个鞋跟啊，细细的那个鞋跟啊 ,lifting, 它只是会举起来啊 ,only the back of the feet, 只是把后跟脚后跟举高而已。这样的现代的高跟鞋呢啊，因为大家知道现代高跟鞋只有脚后跟很高嘛，它不是说整个鞋子都垫高，它是脚后跟垫高而已。那这样的版本的这个高跟鞋呢 ,was brought from Persia, 啊，是从波斯带到欧洲，这是在17世纪初的时候。下一句 ,high-heeled shoes became a symbol of authority and status for men. 高鞋子，鞋跟很高的鞋子变成了一个 symbol of authority and status, 变成了权威跟地位的象征，这是对男人来讲。这里又出现了 status, 但是没有我们第一个空格那个位置好，因为第一个空格我们填的句子那 status 在尾巴，所以尾巴接下一句的 status 很好。但在这里如果第二个空格我们填的是 B 那个句子的话，那就不太对了，因为如果说第二个空格跟 status 有关的话，那个 status 应该会在句子前面出现，因为在前一句它的句尾，对不对？他说 a symbol of authority and status for men, 那如果下一句也要讲 status,那它应该是在句首，所以我们又再度印证了第二个空格不会是 B 这个句子。好，那它是什么句子呢？不急，我们先看它后面那个句子。它后面那个句子说呢 A fashion trend was born and quickly spread across Europe, first among men and then women. 所以一个 fashion trend, 一个流行的风潮 was born, 就这样诞生了，而且呢 quickly, 很快的 spread across Europe, 在欧洲散开了，传开了。 First among men, 首先是在男人之间传开了， And then women, 然后呢在女人之间传开了。好，那我们第二个空格要填什么呢？好，我们看到他前面说他成为了一个 symbol of authority and status for men, 那这个后面应该马上他要解释一下，或者举例说明一下他是如何的成为的男性的权威跟地位的象征。所以呢我们看，诶，D 这个句子还不错。好，那接下来呢，如果我们先不看 D, 我们先看 A 的话， A 他讲 eventually men abandoned, 那如果你已经成为权威的象征，那马上就 abandoned, 所以很怪，所以不会是 A。 然后呢 C 讲的是 interest, 那我们这里没有谈到 interest, 所以 C 不对。那 D 放进去可以合，因为 D 是举例，所以他成为了权威跟地位的象征。那举个例子，就是例如啊，这个路易十四喜欢穿红高跟鞋，啊，然后呢代表他的 power, 那可能因为国王穿的，所以大家哇，国王都这样穿我也要，好，所以再接下面那一句很好，所以第二个空格我们填 D 这个句子。那我们再看下面那个句子，他说 The height of the heels was even standardized and indicative of one's class, 0.5 inches for commoners, 1 to 2 inches for nobles and knights, and 2.5 inches only for royalty. 所以那个鞋跟的高度甚至于被 standardized, 被标准化了，而且呢 was indicative of, 就是它可以表示，可以标明，可以表明，可以指出你的阶级。所以举例 ,0.5 寸就是 commoners, 平民，然后呢Nobles, 贵族跟 knights, 跟骑士呢可以穿一到两寸。然后呢 ,only for royalty, 只有皇族可以穿的是 2.5 寸。好，我们看下一句。他说 ,men's and women's high heels started to differ as well, with women wearing smaller shoes with thinner heels, and men preferring tall and leather boots. 所以男人跟女人的高跟鞋也开始 differ 就是开始有所不同啊 ,to be unlike.To be dissimilar, 或者 to be different, 所以开始也不同了。With, 就是附带状况怎么样，女性穿的是比较小的鞋子 ,smaller shoes, 然后呢 ,with thinner heels, 后跟比较细。那男生呢 ,preferring, 比较喜欢高筒的 tall, 然后呢 ,and leather boots, 这个 tall, 在这里应该是高筒，但是也可能是指它的鞋跟也高高的意思。那
and leather boots, 喜欢皮靴。好，我们看下一句，他说 In the 18th century, men started to regard high-heeled shoes with thin heels as impractical. 到18世纪的时候，人、啊、男人呢开始 regard, 开始觉得认为鞋跟高的鞋子 high-heeled shoes, high-heeled 就是装上很高的鞋跟的鞋子。然后呢 with thin heels, 如果他后跟又细细的话，男人就觉得 impractical, 不实用了。第三个空格来了，但是其实我们已经有线索了，就是已经开始有人闲了嘛。对啊，这个男人觉得啊，这个不实用了。所以呢 ,A, 这个选项很棒，因为 A 就告诉你到后来呢，男人就根本就抛弃了高跟鞋了。所以非常的合。第三个空格我们填 A。好，然后再下一段，他说 ,The popularity of high heels dramatically dropped during the French Revolution, as no one wanted to be seen as royalty.所以 the popularity of high heels, 高跟鞋的受欢迎的程度呢 ,dramatically, 很戏剧化的很剧烈的 ,dropped 就是下跌下降。在法国大革命期间 ,as 是因为没有人想要 be seen as, 被看成是 royalty, 是皇族是贵族，因为只有贵族能穿高跟鞋嘛，所以大家都不穿了，以免被别人看成贵族。好，那只剩一个空格了，我们看看合不合。前一段尾巴讲到不受欢迎了，那如果第四个空格我们填 C 的话很合，因为 C 讲说19世纪他又开始复活了，他的 interest 又开始复活了，所以第四个空格填 C 非常好。而且呢复活之后他说 The style has been worn by women since then, 从那时候开始女性就穿了，所以接下来下一句 In modern times 一直延续到现在，所以非常合、哦、所以第四个空格我们填 C。那我们再看看最后一段他讲什么，他说 In modern times, high heels are associated with professionalism, elegance, and confidence among women, while the style has tapered off among men. 好，所以在现代呢 high heels, 高跟鞋 are associated with, 跟什么联想在一起呢 professionalism, 专业 elegance, 优雅 and confidence, 自信 among women. 所以女性穿高跟鞋会给人家感觉很专业很优雅很自信。While the style, 就是指高跟鞋呢 has tapered off. Taper 这个字就是一端、啊、某一端呢逐渐变窄。所以 tapered off 就是 to diminish or lessen gradually. 就慢慢的视为 diminish, D-I-M-I-N-I-S-H, 或者是 lessen, L-E-S-S-E-N. 所以就是慢慢慢慢的这个 style 怎么样在男人之间呢慢慢就弱了慢慢就没有了，叫做 tapered off。好，最后两句，他说 But who knows? 但谁知道呢 Maybe men's high heels will catch on again sometime. 好，也许男人的高跟鞋 will catch on, 就是流行 become popular or fashionable. 例如你可以说 The trend is catching on with 或者是 among college students. 就在大学生之间呢这个潮流又开始流行了。The trend is catching on with or among college students. 用 with, 用 among 都可以。所以谁知道呢？也许男人的高跟鞋呢，这个某个时候 sometime 又会 catch on again, 又会开始流行了。那我们这篇文章呢，就讲解到这里为止。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希望大家都有学到一些东西。好，那我们下回再会，拜拜。